我是毛龙花，我在绍兴，我在浙江绍兴的一座山上。这不是普通的山，这座山啊，可以俯瞰绍兴。准备带大家爬上山顶去俯瞰一下绍兴。走，我刚才啊是从对面走过来的，对面感觉视野一般，所以我走到这边。这边的景观啊，人为痕迹要少一点。我准备来这边找一个制高点俯瞰一下绍兴。很多人对这个绍兴不是很了解，不知道绍兴整体个布局怎么样，我来给你们拍一下。走，先走到前面的制高点去，好像就在前面吧，看到了，就这个地方。走，上来了，走到这个台阶上给你们拍一下绍兴啊发达程度怎么样。这个视野不是很好，我放大给你们看一下。这里就是绍兴的城区了，除了高楼大厦，简单来说一无所有，密密麻麻的高楼非常厉害，说明这个城市啊现代化建设不错。这边好像还有一个湖，度假山庄一样的地方，有机会可以去逛一下。这里是山顶，这是山顶，视频啊就这么结束了吧。